问这个奇怪好笑的问题。妈妈在表演特技，然后没有人回答出来啊。大家都很纳闷，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子跑来问？对，我们又被考到了。对啊，他说哈，这什么烂问题？啊，可以答就可以了啊。但没有人搞得清楚，就是没有人搞得清楚。自己的人从游戏里面开到里面。他蛮喜欢跟别人聊天呐、啊。